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秘语世界。今天我们还收到一个小伙伴的投稿，他说：“半仙，如果你能赢这一个找钥匙，就算你牛。”找钥匙，咱们玩了没有100张也得有80张了吧？这不是对咱们来说，张飞吃豆芽，小菜一碟吗？我点第一关找钥匙，我找。哎呀，哎，你别说，还真的有点意思。既然啥都没有的话，我严重怀疑他这个钥匙。哦，看到哦。其实我准备看一下门上面的结果，嘚儿，这咋用啊？好好找找。哟，诶。哎，这个不用慌，凉不了。不过这蛮吓人的哈，有难度。这里钥匙还给咱们搞成了碎片，3个、4个、5个。自动合钥匙，用这个点门。嘚嘚嘚嘚嘚嘚嘚，找到钥匙，进入房间。大门老化，此门不通，请绕行，将贡品放在祭坛上。我穿，那里不行，肯定走这边。夜市包子，看样子应该蛮黑的。啊哈哈哈！门都已经打开了，不用放，这说明一是不对的。看着二也不对，原来如此。开门，好好找一找，这还用找吗？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走界里，嘿嘿嘿，考验咱们耐心呢。找到贡品，然后原路返回这里。话说，小伙伴，你这是侮辱我智商吗？这夜市有用吗？这是哪儿？先去卧室看看。卫生间的大门，我真的太溜了，我都佩服我自己。恐怖的东西，敢不敢拿？先不要拿，拿了之后我怕这一会儿再出现其他的东东，然后再去追咱们。啥玩意儿？啥玩意儿？旁边怎么有一道门打开了？哦，小白是你吗？钥匙已经进。
不要被他给打到。他是谁？一下就死。原来是一拳超人啊。这边不对。三个，四个。哦，在这里面还有一个。哎，既然已经知道，那就没啥难度了。先把他给引到这边来。这长得眉清目秀的。金马开门啊！这是哪？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，我怎么知道这是哪？第四位密码是八。先拿了，因为我脑袋不好使，我怕一会儿就给忘了。诶，第二位密码是四，这种方块是可以穿的。呦呦呦，没腿呢。诶，他怎么跑这边来了？走吧，走吧。我跳，我跳，我跳跳跳。一。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，老虎没打到，打到小松鼠。这里是可以漏下去的。啊，没命了，等我回来。哈哈哈哈，我又回来啦。接着去找钥匙，找钥匙，找呀找钥匙。主要掉下去就会直接嘎，这个问题就很致命。这儿没有，还有这箱子的下面会不会有呢？刚刚我摸了一下，你看这都是直接会掉下去的，按住潜行键走，这都是坑。除了这还有哪里有线索？哦，那这个答案就呼之欲出了，咱们先捋一捋哈，有没有第一位密码？第一位密码是五，第二位四，五四一，五四一，五四一八。呵呵呵，以我这纵横网络界那么多年，我肯定知道最后一位是啥。五四一八八，密码正确。哼哼，我这凭实力答对的。这门儿。这一关是作者和谁谁谁一块建的。食物有毒。早知道就不吃了 BBQ 了。某一个地方有机关，但是在哪呢？他都说了是机关。
我点错了还不行吗？看看他说的啥。在某个地方有密室，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。你这说的和没说这不差不多？床后面。哎，这里这里，地下室的门已经打开了。啥玩意儿？你就给我蹬了一下。你想不想吃？想吃，给你来一点点。这样录的太慢了。30，30，30。需要让咱们去找锤子。哎，打开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可能会出现一个作者的恶作剧。80大锤。为什么要让咱们跑呢？星星就在眼前，我感觉会在这个后面。我发誓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啊！我就凭感觉就在这个后面。叮叮，打完收工了，那咱们下期再见，点关注不迷路，半仙梦你醒尿布，拜了个拜。